那啥，你哥给我介绍个相亲对象，所以我就，所以什么？我哥他什么意思啊？你有什么意思啊？那你还把我给拉黑了，我坐公交车找你不方便。这不怪我啊，那你哥叫我这么做的，我也没办法啊，这个我也得听他的，不是吗？这被逼无奈，我是被迫的。那啥，刚好我事儿也忙完了，这马上下班了，我就先走了啊。不是你这样做，你干嘛去啊？不说了，相亲对象嘛，就是约好了，那美女等着呢。不，你今天加班，我是老板，我说了算。不，你加班你早说呀！你现在下班了，你卡着点说，你啥意思嘛？我不管，你今天不加班，我就扣你工资。扣。哎，你别说工资你我最近刚好差钱，等会儿也需要，你给我预支点呗。你还预支？你半年的工资都预支完了。那下半年不是还有吗？还下半年啊？我整个公司给你得了吧？这可以吗？这也行？不是，你还真敢要？你别动手，别动手！你就一句话的事儿，你给还是不给嘛？不给。你确定你不给吗？我确定。行，就前两天啊，我和一个人喝酒，哎，他喝多了，我这里面有视频，这不知道别人看见了是啥意啊，有啥想法？不是，哎，行，我给你多少？啊，那你心甘情愿的啊？那2万。嗯。哎，我转你。哎。过去了。啊，行，那你待会儿车我也开一下，好吧？不行，我等会儿还要出去有事儿呢。哎，哎，这里面。啊，行，你开吧。啊，那我就先去了啊。你给我等着，杨姨。